同学运用的这个班级的配色是什么？对比。好，对比色配起来，在视觉上会比较抢眼。如果我们在很大的一个活动的场合里面，远远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色彩。班旗呢，就是做一架大风筝，是组合型的，就每个人做一个局部，然后等比例把它放大，然后再把它拼起来。然后他们的创意进场，就是他们就用他们自己去做一些舞蹈，还有一些肢体，然后去结合这个风筝的主题，然后就在校庆里面做一个表演。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整个世界上可能不会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你要怎么样展现你的特色？所以我们艺文领域老师呢，他们抓住这个重点，然后他们的主轴是，每一个学生都不能少，所以他要老师呢是增能，学生可以展艺。最难的部分是想主题的部分，因为毕竟这一次学校给我们的主题是梦想，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其中的共通点就是你要先有勇气，然后发掘自己的一些才能，才能找到梦想。刚开始是老师有给我们大家写学习单，那学习单就是把大家的梦想全部聚集在一起。有时候我们都发觉，不止学生啊，连我们行政同仁啊，像我啦，我们主任，我们导师都会期待，他们今年要玩什么花样，他们要变出什么不一样的形式出来让我们去看。那当然老师们的设想发想是一个重点，学生的创意更是亮点。同学在里面觉得玩得很大，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收获很多。总归一句话，我觉得他们觉得在这个艺术活动里面，他们一次玩到很多面向。抬头看前面。舞蹈是我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编的，让大家跳起来很漂亮，让我也有很多成就感。我们班原本是一个很没有向心力的班级，然后因为创意进场这个活动，然后让我们班变得比较团结，然后也比较有默契。团结嘛，就是训练出来的，像我们班现在很团结啊，因为那个班歌嘛，我觉得还蛮有效的。一世人皆人爱，一世一世大家都爱。其实我们每一次在做课程的规划都必须要提前，比如说像还没有开学我们就开始做备课的会议，那备课会议我们就开始脑力激荡，想一下，然后我在写企划案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了解自我，然后实现自我，然后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然后再来就是发现民生，然后开始把每一个科目的主题，就是我们这次课程要的主题先把它挑出来，那挑出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定说，那音乐的部分想要教什么，美术的部分要教什么，表演艺术的部分要教什么。那备课完之后一开学就开始上课，那协同教学之外，我们这边包含专科教室的那个调配啊，比如说美术教室、音乐教室、表演艺术教室的调配，我们也会跟艺文老师那边做很明确的沟通跟协调，那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不会有后顾之忧。这样用手在旁边的地方先把它脱离，把石膏脱离它跟皮肤，起来了之后就可以整个脸拿起来，这个就是他的脸。真正的落实在课程上面，把它结合，让学生觉得好玩，也因为这样子让学生喜欢到这个学校，我们的学生中辍的比例当然就会慢慢降低，就喜欢到学校来上课。那他整体上每一年因应我们的师资结构不同，老师会做一些修正跟调整，让老师从音乐课怎么去引导同学把这个音乐用什么样的音乐的元素加在这个表演里面，然后结合音乐、美术、表演，然后一起演出。像音乐的方面，老师会给我们说我们可以用什么乐器，然后可以制造出怎么样的声音，可以把那个场景的气氛达到最好。一开始可能就只是筒子、箱子比较低沉的声音，那后来可能会发现锅盖啊、瓶子装水啊，会各种比较高亢的声音，不一样的。
想办法用他们喜欢的方式，或者是借由一些他们喜欢的元素，然后去引导他们把你真的想要教给他们的东西设法去做一个融合。看，还不错，你走走走，感应打开才真的进去，你要等一下，你太快了。然后进去完之后，你应该要先看，哎，这个是什么地方？然后有个红布条，哎，有畅销书，哎，你这样演出来，每一个都要很清楚。像表艺，表艺老师的话，他会给我们说动作的指导，或者是说我们剧情要怎么样会让它看起来比较精彩。对，就从音乐里面啊，从那些律动，就我们真懂那个拍子啊。其实抓舞蹈还蛮好抓的。那我们尝试让同学说，如果我们玩一个主题，同样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去把它表现，那由音乐、美术结合，还有表演艺术一起结合，一起做出这样的主题的话，所产生出来的效果，它的火花会是产生怎么样的？我是蛮佩服他们可以用协同教学的这个方式来运作。针对音乐老师或者美术老师，他们对表演艺术的欠缺，他们会努力的去学习。校长啊，还有主任啊，他们也蛮鼓励我们自己有一些精进研习的，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是，我们自己设计课程，然后我们自己列出，如果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成果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能力跟条件，我们就去专门找这样子的老师来帮我们办一个研习。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这样操作的，每一个同学报完数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全班呢就要问他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让他们照着那个口诀，配上这个音乐。这个杯子的，有没有杯子？这个我会，这个我也会。手背齐，展开手右抓。因为有一些课程，我们在跑一些过程的时候，当然大家是互相配合的，但是之间的沟通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其他的伙伴跟我一起搭配的伙伴，譬如说美术的或者是表艺的老师，当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那我能给予他们什么样子的帮助？因为我们坐在同一个办公室，对，我们就会开始讲这个班的进度是什么。那希望美术老师您可不可以继续接下去怎么样的进度？我欢迎二年六班为我们带来的起飞。每个人都是很认真、很认真的在练习，然后他们都知道该怎么把自己的舞蹈就是呈现到最好。其实原本我们的舞真的没有很好看，然后后来老师就慢慢开导、慢慢讲，然后我们就越编越好。摄影师出来。我们最后结局是故意唱那个结婚的歌，然后他们两个就会觉得很尴尬嘛。可是后来在真的表演当天的时候呢，就另外一个男生去主动勾另外一个男生的手，觉得有一种为之一亮的感觉。就是你要让台下的观众知道你在演什么，所以基本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好自己的本分，然后去跟其他人互动合作，对老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彼此遇到的问题，然后互相打气，然后一起解决。最重要的点就是带领着他们去开发他们自己本身在这个部分上面的潜能，看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成就，然后有所改变，整个班级的气氛变得不一样，我觉得这是让人很感动的地方。这样子的协同教学比我们过去以往的分科教学对学生来说的收益更大，对老师的挑战也更大，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年一年的玩下来。